可能逛完买完东西会顺便来这边就是休息一下，然后可以看看书，我觉得还蛮好的。然后因为相较于比较吵闹的那种同样商圈之类的，这边会比较安静一点，对吧？所以我觉得成品这边盖子也还是不错，就是外国旅客如果来台湾看到这些环境，还是可以给就是给他们一些好的印象，对吧？这样有更国际化，他们回去也可以讲说就是台湾有一些地方还不错，就是有自己的特色。对对对对对。